9月15号晚间，2014台东 SBL 篮球公益表演赛邀请台湾啤酒达新工程在台东县立体育馆进行比赛，由台东县议会议长姚庆林及中华天使儿童村理事长沈慧成为比赛开球。今年就是我们第4年跟九泰科技台湾台东体育发展基金会连续举办第4年的 SBL 表演赛。那我们每一年都是邀请前几名的篮球国手团队来台东做一个表演赛。我们非常高兴每年都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支持来看我们这个表演活动。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提高我们所有的台东乡亲对篮球的关注力，因为体育一定会让我们的心情更加好，一定会让我们的整个团队更有活力，更有精神。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活动我们能持续办下去。这项篮球公益活动已经持续举办第5年了，每年都吸引许多忠实球迷到场，感受临场观赛的乐趣。这天也是台啤球员左从凯的生日，现场观众一起唱生日快乐歌为他庆生。台东所在综合报道。